我就在学校任教了40年，所以始终在脑海里面，如果我有机会，我应该继续参加教育的工作。后来呢就退休了没多久，有位很热心的同学，我是欧宝才同学，对国内的教育他很重视，他就用我的名字就叫欧剑雄爱心会，专门在中国贫困的地方办学的，所以兴学恃才以为国用，就是这样。咁我哋嘅希望咧就系，无论贫富好嘅儿童都有受教嘅机会。我哋仲更加希望咧，能够使到佢哋健康成长，或者可技之长，或者得到知识，将来咧学有所成，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。斜阳里气魄更壮，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。互助互励又互勉，哪怕去到远远那方，前程尽愿望，自命百年光，泪下抹干，敢抵抗高山，攀过望远方。斜阳里气魄更壮，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。互助互励又互勉，哪怕去到远远那方，前程尽愿望，自命百年光，泪下抹干，敢抵抗高山，攀过望远方。小小苦楚等于激励，等于苦海翻细浪，藉着毅力赐我志气，总要步步前望。斜阳里气魄更壮，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。互助互励又互勉，哪怕去到远远那方，前程尽愿望，自命百年光，泪下抹干，敢抵抗高山，攀过望远方。斜阳里气魄更壮，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。互助互励又互勉，哪怕去到远远那方，前程尽愿望，自命百年光，泪下抹干，敢抵抗高山，攀过望远方。小小苦楚等于激励，等于苦海翻细浪，藉着毅力赐我志气，总要步步前望。欧剑雄爱心会义务秘书陆国华，歌曲全程引发你的共鸣。香港航海学校专门培育航海业的人才，投身海员工作十几年的救生陆国华，多年来游遍各地，见识越多，感受越深。为报答老师的悉心教导，陆国华出任欧剑雄爱心会义务秘书，协助爱心会推行内地助学计划。我是陆国华James， 其实我是香港航海校70年代的毕业生来的。咁学校到而家为止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噶啦。咁讲翻当时建立航海校的时候咧，就是由贝纳奇大律师啦、简月强爵士啦呢一班社会贤达咧，就响战后的时候睇到香港的经济咁差啦，就将一啲失学的儿童啊，甚至系孤儿啊、单亲啊，收留咗喺呢间学校嗰度。亦都是因为我哋喺赤柱成立咗一间叫做航海学校，坊间人大部分都知道是赤航，我想对我哋嘅印象可能会有啲比较负面。
正因為咧，喺一個比較貧困嘅經濟環境底下，所收留入去嘅學生咧，會良莠不齊啦。咁但係從邊個角度去睇咧？咁我哋經過呢一個特殊嘅環境培育出嚟嘅時候咧，我哋比外面嘅更有服從性啦、守紀律啦，亦都意志力好堅強。咁訓練出嚟嘅人，因為係從事航海業啊，喺我哋嘅事業方面咧，亦都會帶俾我哋一個好好嘅培養同埋訓練咯。呢間學校咧，六十年以來咧，就係為香港嘅航運業咧培訓咗唔少嘅人才嘅。包括我哋嘅師兄裏面有一位曾文清先生，咁佢就係前海事處嘅副處長嘅。1969年嘅時候咧，我哋學校裏面一個行政架構有少少變動啦。咁當時咧，歐老師咧就要暫時離開咗學校一段好短嘅時間嘅，正正就響我響下嗰個日子啦。咁同學咧亦都好似當年歐老師離開桂林日先中學一樣，咁我哋咧列隊咧就送老師離開學校。其實當時播出嘅音樂背景咧，就正正係《To Serve with Love》啦，亦都係呢個電影啱啱上映嘅時間嚟嘅。當時我哋嘅英文程度其實唔係咁高嘅，日後先再將啲歌詞明白咗之後咧，就正正係代表歐老師佢響教學嘅精神啦。佢好似我哋爸爸一樣，帶住我哋每一個小朋友，無論我哋幾攰幾曳都好啦，佢用心用力咁樣照顧我哋，睇住我哋成長咯。我哋都曾經經過年青嘅日子，咁我覺得響適當嘅時間應該抓緊自己青春嘅日子，做一啲你自己想做嘅嘢。咁到咗我哋而家呢個比較成熟嘅年紀嘅時候，我哋睇到嘅嘢，我哋覺得會有一啲新嘅機會。嗰個機會包括我哋將老師嘅愛心帶去農村嗰度，做多啲我哋能夠做嘅嘢，亦都達到我哋薪火相傳嘅目標。莫等待。光阴不会复来，勿让青春偷偷消逝去，莫等待，莫等待，春风吹过暴雨来，浪蝶应悔当初不自爱。莫等待，别恋敢留意，
识取少年时，发奋上进不容迟，同聚今朝共立志，莫等待，光阴不会复来，勿让青春偷偷消逝去，莫等待。